麻辣老婆饺断货了许久啊，然后现在就是一进里面个头大小都有，但大的会少一点，小的会多一点。这个内脏不吃啊。哎呀妈，看看有没有越滑。嗯，偶尔还是有硬滑的，然后小的。嗯，就是好像稍微大一点的有硬花，小的硬花不多。这个能有点 OK。